究竟为了什么会做这样牺牲？一个男人究竟发了什么会让你如此心疼？我在人群中四处不停狂奔，只为了找回那一份真，一份不顾可能的真，和一次不可能的吻，和一个不可能的人，留住你一吻一唇，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，留住你深情眼神，我情愿你换个方式，请你做我的女人。没有人愿把心爱的人让另一副唇深深与他热吻，男人区分谁是一生的伴侣，才无心遗憾女人啊。想你当永恒，